接下来呢，就是由我们马来西亚的歌手要出场喽。他是一位全能艺人呐、他多才多艺，能歌善舞。那他也得到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最具公信力的颁奖典礼雨鞋奖呢颁的这个大马传媒推荐大奖。接下来呢，他将带来呢非常精彩的表演，肯定让大家眼前一亮。马上把舞台交给 Vincy 苏盈芝，欢迎。